Yeah. 这个料多不多？正常就还多，正常就是跟那个黄豆大小。啊，still more，less。 正常做黄豆大小，0.63。哎，你下回我不走这个自动，就告诉他一下就行了，还是要让他们用手动来决定。好。感觉这个温度还是不够。